民众开车行经在嘉义竹崎乡路上，前方疑似有一位妈妈带着小朋友，不过这小朋友身上的防摔背带没有确实绑紧，小朋友睡得摇摇晃晃，妈妈呢只能单手骑机车，另手扶着小朋友，让目击民众看到都觉得相当危险。拜托的，你应该不是这样说笑的呢，一只手翘倒，一只手还，那别白头前就好啊。透过画面可以看到，这个小朋友睡着了，人整个歪一边，几乎快要掉下来，也让这个目击民众看到忍不住叹气，直说太危险。而这个防摔背带呢没绑好，如果小朋友摔下去，妈妈可能也一起跟着摔下来，而且这样妈妈呢背着小朋友不仅危险，恐怕也违法，一定不能轻忽。